先生，我跟你讲，你刚才有持刀，有伤人自杀的行为，我现在依法对你实施管束。被警方牢牢压制在地，嫌犯不久前疑似持刀攻击前女友，他的身份更是大有来头。曾获第2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歌手谢震廷，年纪轻轻自星光大道走红，和杨宗纬、林宥嘉都是同届选手，没想到却传出持刀伤人，当下情绪不稳，先送医，事后前往派出所笔录，请我帮忙付了押金，可不可以还给我？再重新声明一次。我并没有拿刀砍向任何人。谢震廷戴着帽子口罩走出派出所，强调没有伤人。事发5号上午10点多，台北松山区八德路上，谢震廷疑似与前女友因为租屋的债务纠纷爆发激烈口角，最后遭保全压制，没想到他身上却掉出一把水果刀，惊动警方到场。事后谢震廷开直播澄清，因为我不小心借到了高利贷，他们的讨债的手段让我觉得很害怕，我觉得我有人身安全，所以呢我才会带防身用品在身上，自己招了过去为了出唱片借高利贷，却遭到人身威胁，如今才随身带刀防身。据保全所述，谢嫌情绪不稳，抽出一把水果刀，意图伤人。警方目前将人以恐吓罪嫌移送，究竟有没有伤人，还有待后续厘清。不过昔日才子竟爆出当街亮刀，登上社会版面，令不少粉丝朋友相当震惊。记者黄明君、费雅乔台北报道。